你好，我是芳芳。我知道大笑瑜伽已经有两年多了，我参加过大笑瑜伽的两天的 leader 的培训，这次呢是来到马来西亚参加五天的 teacher 的培训。我觉得这五天给了我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内容，不仅从大笑瑜伽的方面，还有一些小丑的课程、dress circle 的课程、音乐的课程、节奏的课程，从美内都到我的脑子里了啊！我就觉得这五天吸收的东西太多，我要回去慢慢慢慢的消化，然后要把它运用在我今后的生活中，给更多的人介绍大笑瑜伽，让他们从知道大笑瑜伽，然后享受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改善他们的生活，减少他们的压力，享受更美好的人生。